哇，我的形象完了。才刚完。衣服，最近都一直没有留意花絮的动态，结果就没有说很多不该留意。哎，扔他一接。谢谢我呀。别出去。我还跟出去吗？钱都拿到了，还跟着干嘛？以后就没有我这个老丈人了。那不是很好吗？份子钱都不用随了。杀青啊？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杀？哎呀，我也很想啊。恭喜你发财。